先说好啊，这条线为准，不能越线。查到你了。 没有，你要弄多久啊？很快了，我根据最新的反馈意见修改一下课题申请书。那个是不是也得变啊？哪个？这个。对，要变。你自己做吧。 我给你一个好的角度，反正你睡不着的时候，也要偷看我。谁偷看你？我才没有呢。那你还要弄多久啊？快了，再修改一下项目背景就好了。那个，一会儿你还是别睡沙发了，我觉得沙发不太舒服。 睡床吧。先说好啊，这条线为准，不能越线。好，不越线。 去哪儿了？我是不是激动了？习惯了，又不是第一次跟你睡。都说了不要提那天晚上。你想哪儿去了？我说的是友好医院药房，你压了我一整晚。 想过，只要我们在一起，就算你压我一整晚，挤我一整晚，我也是喜欢的。只要我们在一起，就算有一天真的会傻，会惨，我也愿意。